在你所認識的弟兄姊妹當中，有些的弟兄姊妹很樂意按照聖經的真理過著聖潔的生活，不想做任何神所不歡喜他們做的事情，但我們真的有他們的軟弱。我們知道神愛每一個人，教會也應該愛我們親愛的弟兄和姊妹，我們很盼望藉著一切的方法去幫助他們，我們願意用真愛與他們同行。因此我們草擬了真愛同行牧養的約章，但很需要弟兄和姊妹個別基督徒以及教會呢踴躍的參與簽署，以至我們對社會對教會有個合乎聖經這樣的聲明。我們歡迎你加入簽署的行列。